百幾場，百幾場，身經百戰，百戰再百戰，再百戰啊！真係好啦，我介紹南方拳手嚟自巴西嘅阿迪頓，阿迪頓，即就係呢個72戰52勝。哇！近鏡球望望波球先，好長啊！好。好嘅，咁啊，我哋喺呢個時候拳王出現啦，我哋又睇得落台啦，兩位選手啦。咁啊，亦都。麻煩我哋攝影嘅朋友啊，我哋踎低少少，喺後邊咧就好多觀眾咧係睇緊㗎嚇。我哋攝影嘅朋友，麻煩你哋可唔可以踎低少少？打過400多場麻雀都好叻㗎啦，應該。第一回合 ，Round One。
第一位有結束。第二回合 ，Round Two。好啦，咁啊，睇住權證咧，終止咗一場賽事啦。咁但係戰果咧都要由翻我哋裁判組宣判㗎。冇錯，冇錯，唔係呢個權證咧。好啦，分次啊，到咗啦。咁咧，由我哋裁判組宣判呢場嘅賽果嘅。呢場比賽喺第二回合1:22，波球要擊倒取勝，紅方。各位波球，系嚟自泰国嘅选手波球，咁啊喺技术先击到啊，非常之好啊。咁啊呢个时候咧，好啦，咁啊呢个时候颁发个拳王带俾啊波球金腰带啊，冯展伦先生咧帮我哋颁发金腰带俾我哋呢个赛事胜出者波球，波球。我想波球 OK 的腰帶多到他都不記得多少條腰帶。剛才我看到好像有200多場勝，最少都有200多場，200多條，我想200條都有吧。對，厲害，厲害啊，厲害。恭喜了，恭喜了。好，咁啊，即係代表第十一場賽事名花有主之外咧，就係代表我哋今次舉辦嘅2014年澳門協精國際泰拳邀請賽，亦都圓滿結束啦，正式結束啦嚇。係啦，咁啊多謝啦，我哋嘅卡力集團呈獻啊，多謝贊助。好啦，咁啊多謝各位拳迷，拳迷啊，多謝各位。